场啊，舞台上面的各位，因为现场没有特别介绍，最近刚刚从欧洲回来，哇，感觉非常性感迷人的各位与众不同的美女，她的名字呢叫做瑞意。立刻呢，也是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呢，哇，眼睛为一亮的美女。同时呢，最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她的转头发。我们介绍我们上面这位美女的大名，西维亚。这位是我们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哦，哇！来，马上紧接着呢，出现在我们台上的各位呢。真的是让你印象相当的深刻，笑容相当的甜美迷人。人气相当旺的廖小杰。要为您带来的这位呢，则是来自国外的朋友，之前呢都在大陆、香港发展的这位 Vicky 维奇。